110年地价税在11月开征，地方税务局表示税单都寄出了，请纳税义务人要如期缴款，以免被加征滞纳金。同时，使用线上查缴税或者是行动支付缴税 APP， 还可以参加千元的礼券抽奖。有任何地价税的疑问呢，也可以赶快向地方税务局来查询。110年地价税11月开征，地方税务局表示税单都已经寄出，请纳税义务人如期缴款，以免被加征滞纳金。缴税的方式十分的方便多元，税务局建议民众使用线上查缴税或者是行动支付缴税 APP， 可以参加千元礼券的抽奖。110年地价税开征期间，从11月1号到11月30号，请尽速缴纳，以免缴纳滞纳金。为了方便乡亲缴纳，我们有设过院缴纳方式，可以到金融机构，除了邮局以外，或者是到便利超商3万元以下，那也可以用行动支付信用卡的方式进行缴纳。那如果有用行动支付或者是线上查缴税的话，可以参加本局10名1000元礼券的抽奖哦。如果采用自动扣款约定转账，请在12月1号前预留款项，我们将代为扣款。地价税缴纳期限直到11月30号，请民众要特别注意，有任何地价税疑问，也可以向地方税务局来查询。记者惠焕世报道。